继续要来看是刚一七七八空二年，客来我家动漫节全国客家日的活动，准备伫咧三月七日阴暗的六点半，伫咧文化公园来举办。最终有客家的戏曲表演、客家传统戏剧、动漫参观，阁有擂茶等等的客家美食，提供给民众品尝。阁有风车的 DIY， 又将精达和墨彩。刚一七政府欢迎民众前往共同来享受多元而且相当丰富的客家传统文化活动，共同来体验客家文化之美。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定为每年农历正月二十是客家传统的天传日，也就是全国客家日。今次政府特别在三月一号要伫文化公园举办全国客家日，当天活动有客家戏曲表演、客家传统戏剧、动漫参观等。会场建有各式各样的手工动漫，民政处欢迎民众在一号时带着厝内小朋友做伙来到文化公园体验客家文化之美。全国的客家日哈，刚好是农历的一月二十号，嘛是这个国历的三月一号，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六点到九点，我们在文化公园这边哈，我们有办理一个全国客家日，那有一个客家同漫节的一个活动哈，比较特别，啊，就欢迎咱嘉义市民哈，能踊跃来体验客家文化的一个特色哈。在我们嘉义地区，对于客家的族群是非常尊重的哈，所以每年呢都很办得很热闹哈，啊，我们也欢迎全部的市民呢都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哈，让客家的文化传承下去。另外，现场也有志工带领民众利用回收物品 DIY 制作风车以及研究活动，数量有限，上万为止。只有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加，透过静态展出以及动态客家歌谣表演，共同分享多元而丰富的客家传统文化活动，也让民众了解客家传统美德。新闻台的王小三，记者采访报道。